你胆子可真够大的，最近考勤查的那么严，你还敢迟到？你以为我想啊？那不是棋盘里那修路吗？路特别的堵，早知道我还是住新澡堂了。你可当心点吧啊！这两年校医不太好，那生产车间一大批人都下岗，我看咱们呢就快了。是吗？我表现那么不好，不会拿我第一个开刀吧？李哲立，来一下。 出来就来啊！这是我们厂近一段时间来校医统计表，你看看吧。嗯。我们厂连续5个月的亏损，新鞋卖不出去，旧鞋就更不用说了，全都堆积在厂里。你说？ 怎么办呢？杨科长，对不起，我以后我不迟到了，我一定认真的工作，认真卖鞋，对顾客微笑服务，亲如家人。我求求你别让我下岗，好不好？别让我下岗。没人让你下岗啊。你是不是自己不想干了？啊，没有啊，我不是。 哎，最近我们厂的效益不好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得下岗了。也许是我老了，啊，看不懂时髦了。你们年轻人有活力，爱打扮，你说说咱们厂的皮鞋怎么就卖不出去呢？你找我来就是这个事儿啊？哎呀，你看看这鞋。 你看看，这皮子多好啊！啊，你看看这针脚。是啊，它多好啊！它再好，那也是阿公阿婆穿的鞋，这款式不行。那你说说，现在的年轻女孩，她们都喜欢穿什么鞋呢？嗯，现在吧，女孩都喜欢那种窄一点的、尖头的，而且得正常。哟。 那不成一堆大镰刀了？要的就是这种款啊，时髦欧版鞋。嗨，哎，有首歌怎么唱的？不是我们不明白，而是世界变化快。对对对。好了，上班去吧。哦，好的。哎，等等，把小钱叫来。啊。哦，好。小钱。小王。我哪叫你？ 叫我干嘛呀？没事儿啊，就是让咱们给咱们厂的皮鞋提提意见。我又不是设计师。哎呀，你别多想，跟下岗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快去吧，他等着你呢。没事儿，你去吧。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这吓死我了。 谢谢啊，老姐，给我帮擦干净柜台了。哎呀，你说呀，真是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呀。那早些年，国营老厂标太硬巧，现在被那些私人牌子挤得没活路了。是啊，不过咱们厂这个设计吧，是应该改进的。李招娣，你是不是打我小报告了？我没有啊。那你就是走后门了。 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不是给杨科长送礼了？我没有。那小钱，有事说事，到底怎么了？老杨说明天不让我来上班了，让我下岗。啊？会吧？还说让我站好最后一班岗。
谁爱站谁站，我才不站。这就这么走了？楼姐，我真的没有走后门。那个，他心里不好受，你就让他说两句吧。过两天，不会咱俩也下岗了吧？去去去，乌鸦嘴，你等回去换衣服吧，你要我真下岗。千里之行，始与足下。勇担皮鞋，是你一生的选择，是这样说的吧？对对对，像不像啊？特别像。哎，也奇怪了啊，这个勇担皮鞋也是啊，以前是响当当的牌子，广告满天飞的，怎么说倒就倒了？哎呦，说的也是啊，我们门市都有人下岗了，所以这事儿闹得我现在心里七上八下的。不着急，我们不着急。要是下岗了的话，不慌不忙，回家老老实实的待着，工作我们都不着急找。啊，不找工作我干嘛呀？生孩子。啊？你没看现在人家单位招工吗？都招那些结过婚、生过孩子的，省事儿啊。咱们就趁这个空档把孩子生了，然后利利索索的找工作，那不是挺好的？你跟陈野结婚这么长时间，肚子都没动静，你再不生的话，人家就有闲话了。真以为你不会生了啊？哎，赵弟啊，我问你，嗯，你们俩是不是一直在用那个？什么呀？就是那个，是不是一直在用啊？啊，以后不准再用了，顺其自然，有了就生下来。我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啊，陈娟都会打酱油了。妈，我跟陈野都商量好了，我们想三十岁之后再生。三十岁之后，那就是高龄产妇了，风险很大。不会，怎么会是高龄产妇呢？现在好多人都四十岁之后才生呢。况且我身体这么好，棒着呢。你是不是不想生啊？啊，逼着我们陈野也不生。没有，我没有不想生。不信你问陈野，陈野他也能想。陈野，哎，你过来，我问你，干嘛？我看球呢。现在让你抱儿子，你愿不愿意？有了。什么呀？咱妈催咱俩生孩子。嗨，吓我一跳呀！你怎么了解这个了？他说单位可能要下岗，我说你就趁这个时间把孩子生了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妈。生孩子容易，养孩子难啊！我们就想好好工作两年，攒点钱，等以后养孩子用。传宗接代是大事儿，家里给你帮忙。再说了，你们有房子了，没有后顾之忧，你们还担心什么？只管生孩子。哎呦，妈，你不要催我呀，你就催陈坤啊。陈坤在美国有正事儿，工作忙，压力大。不像你们俩，你们俩大闲人，不是说生就生了吗？我们怎么就成大闲人了？哦，搞科研的就是搞这事儿啊。我们卖皮鞋修马路就是大闲人。你有本事，你别穿皮鞋，别走马路啊！别跟我贫啊！我跟招弟说好了，你们尽管生，没关系，不要有后顾之忧，家里给你们帮忙。你们还推三阻四的干什么？人家想让家里帮忙，人家里还没这个条件呢。再过两年，陈坤也生了，我跟你爸就带不过来了。你这个当哥哥要带好这个头，打好这个时间差，听到吗？你听话，听话。我为什么要打这个时间差？就这么定了，不商量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俩头等大事，生孩子，生孩子，回家去备孕，啊！我要检查的。怎么办？要不，咱们就生一个。生个头！还有啊，还有，顺其自然啊，反自然的东西不准用了啊。嗯。不是，什么反？啊啊！不用不用，坚决不用。陈爷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绝对不会生的，就算你妈威逼利诱也是没有用的。
嫁给你之后，我的青春已经糟蹋一半了。我现在要是再生个孩子，我不就变成老太皮了吗？至于吗？当然至于了。楼姐，你见过吧？啊。你知道吗？那时候老杨就说，楼姐年轻的时候，那可是一个大美人，长得可漂亮了。好多年轻的小伙子来门市不买鞋，就是为了看楼姐一眼。再看看现在，自从生完孩子之后，脸上的褶子出来了，腰没了，小伙子们都跑了。李招娣，合着你不愿意生孩子是春心未死，蠢蠢欲动啊啊！行，那我告诉你，这孩子你生定了，我要让你成为我一个人的黄脸婆。信不信晚上我把你给咔嚓了？哎，不过你不觉得有个孩子不挺好的吗？你看，每次去你爸那儿，只要有刘聪明在，他家里的气氛就很活跃啊，热热闹闹的，多好。好什么呀？你忘了刘聪明尿你一身的事儿了是不是？他现在可淘气了，莱迪都愁死了。那也不一样啊，没孩子都不一样。你看，大梅他们家憨憨多乖多可爱。那你去玩他的孩子好了。你要想玩孩子的时候，你就去大梅家。你真不生？不生，我绝对不生。我要真说要生孩子的话，我还心里发怵呢。我们路段那几个有孩子，个个死气沉沉的，一身的尿布味儿。而且就我这兜里。就这两个零花钱，要有了孩子，这一文不剩了都。陈爷，老公，只要你答应我，跟我是统一战线的，从下个月起，你的零花钱翻倍。真的？嗯。成交。你这话算数。算。那，你妈那儿你打算怎么交代呀？想想办法呗。生孩子又不是撒把种子就能长出来，拖一天是一天嘛。但是他那么精明，万一咱俩这事露馅了怎么办？装得像点呗。你想啊，一片肥沃的土地，又是浇水又是灌溉的，它就是不长苗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根本没播种啊。农民伯伯还有丰年有灾年的，那生孩子为什么就一定要旱涝保收啊？对吧？咱们只要努力做出一副造人的架势，我妈看不出来。行啊，老公，你还是有点小聪明。哎，不是小聪明，这叫大智慧。走，回家享受我们的二人世界去。是你吗？收水费，水费上个月交了已经。收水费，行。我说啊，你们一个月收几次水费啊？上个礼拜才过来的，这个礼拜就……我的妈呀！我就知道一来就有问题啊，一抓一个准儿。哎，你备孕还吃冰的啊？妈，我是一直没有管住嘴。你那叫没管住嘴啊？你是不想生啊？你是不是不想生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妈，我可想生了，我也特别着急，每天都想着。你看家里摆的、挂的、贴的这些孩子的画，都是漂亮的宝宝。他们说了。贴漂亮的宝宝的照片，多看就可以也生出这样健康漂亮的宝宝，就像他这样。啊，你看他就能生出他这样啊？你这是不讲科学。科学的有吗？等一下啊。
觉的时候啊，听莫扎特的音乐，长大的宝宝都会是神童。长大了别只知道吻别就行，啊，吻别吻别，不会吧？哎呦，你来之前你也不试一试，哎呀。现在关键是得赶紧怀上，光纸上谈兵有什么用啊？妈，先理论再实践嘛，就是一直看书，哎呀，反复的阅读，白天自己研究，晚上跟陈野一块研究。那还差不多。嗯。我跟你说啊，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啊，还没有胎教这一说，但是我很聪明的。哦，对，我想我做什么肯定对孩子有影响嘛。所以陈坤在我肚子里的时候，我天天听广播，什么两弹一星啊，水稻杂交啊。你看陈坤现在这么有出息，那都是娘胎里打下的基础。哦，听这些？那当然。那你怀陈野的时候听什么？也一样啊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你看，他爸那年迷上了评书，我跟他听了一大堆评书，一大堆相声，所以生出一个贫嘴。哦。看来还真是输在起跑线上。你跟陈野两个人啊，你呢笨手笨脚，他呢糊里糊涂，你们俩先天不足，后天努力吧。啊，嗯。来，这个啊，啊，走地鸡，吃虫子长大的，炖了4个小时，好好补一补，以后不准瞎吃东西啊。不吃了，特别是凉的，一定不吃。妈来了。妈给我送鸡汤来了。送什么鸡汤啊？突击检查吧，怎么样？还满意吧？嗯，还行，有进步。来，啊，两罐酸奶帮我放冰箱里啊。好。怎么样，白老乡吧？天气好着呢。棒棒的，玩一个。啊，糟了！啊，怎么糟了？怎么了？